第三，父与子。基督完全明白父神的意思，基督在世上的一切言行就是父神要向世人启示的内容了，而且是借着肉身的形象表现出来的。所以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而没有说人看见了我就好像看见了父。那现在咱们明白了，耶稣所说的我并不是他自己肉身的人形，他不是在用人的位格在讲话，他也没有人的位格，而是用神的位格站在神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这个我呢，就是耶稣登山变相显现的那个形象，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这个我里面。前面我们解释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那么耶稣基督谈到生这个字的时候，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当中啊，提到了耶稣基督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这是什么意思呢？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这样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我们前面说过了生的含义，并不是说像人类这样这个生殖繁衍，我们讲到是它来源于神，因为本体和真相之间的关系，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真相来源于本体。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比较容易理解首生的意思了。我们知道首生并不是首先被造的，首生的是长子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到一点，有些异端，特别是像耶和华见证会这样的异端，他们就抓住这句话，认为耶稣基督是被造的，是被造在一切万物创造之前，所以呢，他们否认有三位一体。所以这样讲呢，我们知道长子，就是说长子有地位、权柄、荣耀等等。圣经当中有一些人并不是长子，但是后来呢被立为长子了，表示他们有了尊贵和荣耀的地位。例如以法莲并不是以色列的长子，流便才是血统上的长子，但是因为流便与他父亲的妾行了淫乱，所以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先知耶利米书当中特别提到了以法莲为以色列的长子。耶利米书31章第9节那里记载，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长子和首生在圣经当中是有特别的意思，基督是长子就是这个意思。圣经当中还有一些类似的经文，我们可以揣摩其中的意思。比如说在新约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记载，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从字面来看呢，我们好像和基督啊都是同辈的，大家都是兄弟吗？耶稣吗？基督他是老大啦，我们是老二老三啦，就这意思了。好像基督就是咱们的老大哥，咱们都是小兄弟小姊妹啦。其实原来不是这个意思，这完全是要为了强调基督有尊贵和元首的地位，有荣耀和权柄的意思。另外，神的儿子在原文当中是用大写字母表示的，意思呢是代表一个特别的名字，特别的意义，而不是血缘上的儿子。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圣经当中
任何时候讲到儿子都是用的小写字母，比如在这个四福音当中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就要用小写字母，而讲到基督的时候呢都是用大写字母。当然在中文里边没有字母之分，儿子就是儿子，不会把儿子这个儿的儿子呢写的大一点啊，不是这样。但是在英文和原文当中呢却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儿子，同样也要用小写字母。基督徒被称为神的儿子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生命进在我们里边，圣灵在基督里重生我们的结果。正像加拉太书3:26来里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又比如说路加福音3:38，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两段经文啊，如果我们看它的英文，它的写法都是用的小写，比如说加拉太书3:26 You are all sons of God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这个 son 都是用小写。底下路加福音3:38也是一样的， The son of Enosh， The son of Seth， The son of Adam， The son of God， 这几个 son 就是儿子都是用小写。所以啊，当我们看圣经当中讲到儿子，凡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全是用大写。甚至呢你在英文的这个字典当中，你如果查这个字啊，凡是大写的字母它都后边要注明这是指耶稣基督。说到这里我们想想在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误解。咱们知道哈，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起义啊，他称天父是天父，称耶稣基督是天兄，我们都是天弟天妹啊，这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又比如说李长寿胡汉派的头子李长寿所讲的耶稣基督是老大，咱们是老二老三，所以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我们就变成了肉身成道，这就是我们定他异端的根据之一，因为他在真理上已经把大家带到错路上去了。基督耶稣啊，基督不需要被圣灵重生，因为他本身就是神。还有啊，在约翰福音当中讲到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也是同样的道理。神的独生子表示基督和神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神本体和真相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来说是一体的。神深爱自己的真相基督，基督也深爱自己的本体父神，这种独特的关系实在讲没有办法用物质界的世界上一个任何的比喻来比喻的那么恰当。所以今天呢，在网上我们就不指名了哈，在网上有人讨论呢基督跟外国被造的问题，那么就有人就提出来，老师们据说有老师已经提出来耶稣基督啊这个肉身还是被造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引起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争论呢。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在有些场合下查考原文原来的意思，就这意思。那么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同工呢可能由于条件有限呢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查考原文，在这里我们把我们查考的所领受的和大家分享。还是记住那个总原则，不要以为我们说的100%都对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圣经的理解是100%的准确，只有用圣经作为一个标准尺来加以衡量。好了，我们再回来讲，我们就是要根据圣经里面，而且也只能根据圣经
他的启示，来理解他和神和独生子之间的关系。说到这儿啊，很容易使人想起了圣灵，因为基督既然是神的本体和真相，那么圣灵的角色又是怎么样呢？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圣灵在这里边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前面我们讲到人有位格，因为神有位格，神把位格赐给人，所以呢人才认识神的位格。同样的，人有灵，因为神有灵，神把灵赐给人，所以人才能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与神沟通。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圣灵和神的关系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用人的灵和人的关系说明了神的灵和神的关系。请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圣经记载，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么这么看起来，人的灵和人是一体的，神的灵和神也是一体的，因为只有灵才知道本体的事。圣灵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运行，这就像基督也照着神的旨意在地上做成神的功，完成神的计划是一样的。如果从神的本体和属性来看呢，神就是个灵。其实原文当中，希腊文当中没有这个个字。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应该这么读，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的属性啊，也告诉我们神是属灵的，而不是属物质的。神的灵就是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也是耶稣的灵。神的灵有神的一切的属性，同时也是有独立的位格。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解释上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了。讲到三位一体，神的本体就是父神，神本体的真相就是基督，基督与父神原为一体。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与父也是一体的。基督和圣灵都具有和父神完全相同的神性，父神、基督和圣灵各自有独立的位格，这三位同享尊贵、荣耀、受人敬拜，有相同的属性和同等的地位，因为他们本是一体的，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基本概念。很显然呢，三位一体的神，他的本体就是父神了。父神呢，就是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的对象了，也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说，特别提到我们向天上的父祷告，而不是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祷告，更不是向圣灵祷告。这是主耶稣亲自的教训，所以我们必须遵守。可是呢，我们常常祷告祷告就忽略了这件事，祷告祷告从天父就祷告成我们的主耶稣了。所以很多人祷告一开始就像主耶稣啊这样，主耶稣啊那样，最后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这个有点前后不一，有点矛盾。我打个通俗的比方哈，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或者到一个部门、到一个公司去联系工作啊，就说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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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随便说吧，一个某某公司、某某公司，那么某某公司就问了，你是谁打发你来的？我是某某公司打发我来的。那个某某公司会觉得莫名其妙，到底怎么回事？我打这个通俗的比喻哈，回到圣经
真理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主耶稣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乃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刚才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你祈祷的对象和我们最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来阿们是同一位的话，这好像听起来有些矛盾。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父，所以祷告文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呢，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与大家要搞清楚。因为现在有些人呢提倡向圣灵祷告啊，那么这样呢，实际这并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第四章，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已经用了许多的经文和例子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现在呢，让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基督的人性。耶稣既然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他就必须具备人的一切属性，只有他没有，只是呢，他没有人的罪性。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罪性呢？有些基督徒啊，简单的回答说，因为他是神嘛。但是耶稣基督不也是人吗？人不都是生，都是有罪的吗？耶稣为什么没有罪呢？这些问题啊，我们将放在第六章，有关耶稣基督的无罪性和无罪行当中去讨论。圣经啊，在四福音当中充满了有关耶稣基督是人这方面的记载，比方说讲到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侍奉、他的工作、他的感情、他的经历等等，让我们一一的来考察，根据圣经的记载和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得出我们的一个结论。第一点，耶稣基督有肉身的生命。耶稣基督有肉身的生命。耶稣基督既然是人，就一定会有母亲怀胎啊、婴儿出生啊这个过程。既然他是人，也必定有这样的过程，降世为人嘛。那么耶稣基督和人不同点在哪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乃是由圣灵感孕，经过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而生。除此以外啊，和人类的出生几乎可以说毫无分别了。圣经当中非常详细的记载耶稣的出生，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那里记载，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月为礼物献给他。第二点，耶稣基督有人的家庭。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啊，又生了许多子女。耶稣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虽然圣经当中对耶稣的幼年、童年、少年记载的很少，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耶稣生活的家庭啊，一定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耶稣成长的家庭，这个家境啊，并不富裕，因为约瑟，也就是他的养父了，是一个靠手艺为生的木匠。耶稣呢，又是家里的长子，所以我们可以想得出来，他一定呢会要帮助约瑟呢做一些木匠活。如果我们看过耶稣传和有关耶稣生平的一些电影的话呢，里边多多少少描述了耶稣这个幼年和少年时代的一些事情，当然那是艺术上的加工了哈。当地的人呢都知道约瑟是个木匠，那么耶稣呢可能也是会做一些木匠活。他弟下面有四个弟弟和几个妹妹。正因为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出身呢是很卑微的，又是在拿撒勒这样一个不受尊重的小地方长大的，所以啊，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那里的犹太人呢就厌弃他，或者说看不起他。
因此你看在马可福音六章第三节那里记载，那些犹太人就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民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跌倒了。其实啊，不仅当地的本乡本土的犹太人看不起他，就连他自己的弟弟们也有点看不起他，不信他就是基督。圣经约翰福音七章三到五节那里记载，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儿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可见的，耶稣基督成长的这个家庭，是个相当典型的贫穷人或者是草根阶层的家庭。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小和人生活在一起，说明他也是有人性的这一方面。第三，耶稣基督有人的成长过程和学习过程。耶稣长到十二岁的时候，在殿里坐在教师们中间，边听边问。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节到四十七节，那里说，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段经文表明耶稣也像小学生一样，从小就非常愿意动脑筋，喜欢思考。他不是稀里糊涂的接受那些犹太教师们所讲的内容。所以啊，我们也应该学习在耶稣这样的一种态度，在我们学习有关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也是慎思明辨，一面听一面问，对所信的内容做到真知确信。当然了，像童年耶稣这样的孩子是人见人爱的。正像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那里记载，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又记载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留意一下，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这个身量的意思原来就是指年纪的意思，那就是一岁、两岁、十岁、二十岁，这么一天天长大了。第四方面，我们来看耶稣像神的仆人一样开始了他的侍奉。耶稣像神的仆人一样开始他的侍奉。圣经记载，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大约是三十岁，有人的年龄做个记号。犹太人对他做了一定的评价，他们认为耶稣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可见那个时候人们还并不清楚玛利亚生耶稣是从圣灵怀孕的。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记载，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希利的儿子。耶稣也没有告诉他，没有告诉人他自己出生的这个身世，而是用自己的侍奉啊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是神本体的真相。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他所传讲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这也同样是耶稣开始传道时候的信心。
他把天国的福音呢传给穷人，他医治有病的人，安慰伤心的人。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传福音，为什么对那些生病的人、贫穷的人、伤心的人传福音比较容易？相反，你对他有钱、有势、有学问、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衔的人传福音很难呢？因为他们心里已经被这些学问、地上的财物、势力所充满了。好了，我们来看第五方面，耶稣也像人一样是有肉身的需要。耶稣也像人一样有肉身的需要。马太福音四章二节那里记载，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我们看这两处的经文就知道，耶稣也会饿呀，也需要吃，也需要喝。四福音当中几次记载耶稣饿了，需要吃饭，需要喝水，需要休息。这也就证明耶稣具有人的基本的属性。我们再来看耶稣呢，也会口渴，需要喝水。约翰福音四章七节那里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同时呢，耶稣也会疲劳，需要休息。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四章六节那里说，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还有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功夫。说明啊，这里边耶稣需要吃饭，需要喝水，也需要休息，这些都表明他有人肉体的需要。第六点，耶稣也受魔鬼的试探。人会受到魔鬼的试探，耶稣也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明明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还要试探耶稣呢？他企图用当初试探亚当夏娃的手段和这种方式来试探耶稣。他在第一个亚当身上成功了，但却在第二个亚当身上失败了。魔鬼无法试探耶稣的神性，但是却要试探他的人性。因为从魔鬼三次进攻和他所提的这样那个三次试探当中，都可以看到完全是从人性的需要和欲望下手的。比如说马太福音四章三节四节那里记载，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接下去马太福音四章五节到七节那里记载，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再看下面呢，马太福音四章八节到十节又记载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夫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讲的这段话，撒旦退去吧，这个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就是搅扰的意思。所以你看今天在教会内部很多搅扰啊，这都是出于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抵挡神，搅扰就是搅扰教会，这是魔鬼另外一个称呼了。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三段经文当中啊，我们好像能够看出来一个规律，就是这三段经文都是从人的人性的角度和人的欲望下手的。我们看第一段是要首先从食物上下手，因为耶稣饿了，所以呢，撒旦趁着这个机会来试探神，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那耶稣能不能让石头变成食物啊？当然可以，但是耶稣并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可以变成，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就变成食物，而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点，魔鬼把他带到一个圣城，带进了圣城，让他站在殿顶上，说你呀、啊，若是神的儿子跳下去，这叫试探神。而且魔鬼啊，好像对圣经还蛮熟的，因为他说这个经上记着说，主要吩咐你的他吩咐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看到这里啊，同样是这一节经文，他把它用在这儿，目的呢是为了要试探神。所以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又是用圣经上的话。最后魔鬼那两招都失败了，从荣华富贵这个角度来试探人，所以让他呢看到世界上的万国的荣华，结果呢又一次被耶稣击败了。从上面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魔鬼试探人就是用世俗的东西，不过他是引用圣经啊，引经据典呢、啊、因此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圣经熟就一定是对的呀。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世纪二十年前那个哭重生的徐永泽也是引经据典呢、啊、包括今天呢，我们听说啊，有个比利亚出版社的金启东是南韩来的啊，翻译他的书叫李济宅，他们也引经据典呢、啊、包括呼喊派的头子李长寿也引经据典呢、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他们引经据典是要搅扰神的教会，搅扰神的选民，因此我们也必须引经据典。如果你不能引经据典，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所以圣经说我们必须用全副的军装抵挡那恶者。搅扰的事是从来就有，而且一直要到主再来。你不要以为啊，我们圣经知道了就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的，知道的还不行啊，还要把圣经真理真的好像粮食一样吃下去，而且消化了以后才能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和搅扰的。第七，耶稣经历肉体的死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为完成救恩道成肉身降卑为人。这不仅表现了耶稣基督顺服与谦卑，也是完成救恩的必经之路，因为只有无罪的才能代替有罪的，这样的死才能会有功效。旧约当中无罪的动物虽然代替了有罪的人死，但是人的罪还是不能除去的，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旧约的献祭只是一种预表和象征，神的儿子要为人而死，就必须有人的肉体，有了人的肉体才能体恤人的软弱，才能了解人在受试探的时候那种艰难。
正像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那里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说的，耶稣替我们死了，经历了人肉体死亡的所有的痛苦，说明他有人的属性。正像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那里记载，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耶稣也被埋葬了。第八点，耶稣也被埋葬了。在古代吧，人死了总是要埋了，不像今天烧了一把火把骨灰摆在盒里就算了，不是那样啊。那么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耶稣死了也被埋葬。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亲人，他的门徒，我们说的是指约翰说的为他哀哭流泪，也像人死了自己的亲人死一样。后来呢，当时他的亲属他的门徒就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把他安放在坟墓里头。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那里记载，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六十节圣经记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在墓口墓门口就去了。我们看这个过程和一般的人没有区别，都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圣经四福音的记载，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跟随他的人反而是一般妇女啊，那些男的都哪去呢？男的都吓跑了，只有一个跟随他到十字架底下，就是约翰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把妇女姊妹们的侍奉贬低下来，那是错的。我们在这里看耶稣死了以后，很多人呢为他做了很多的准备，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很多的妇女们为他准备了香料，后来还有尼哥底母更是把他当成备受尊重的一位先知，用香料带了一百多斤啊，来前来要熏他的尸体。这一切的过程都和犹太人的这个葬礼完全相同的，没有什么两样，说明啊当时他们都把耶稣完全当成了人，因为他们与他朝夕相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六节那里说，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还有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摩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一百斤这是相当多的这个香料，也可以说呢我们相信也是很贵的，那表示尼哥底母在那个时候相信他已经接受了耶稣。第九，耶稣也有人的感情，耶稣爱小孩子，大部分人呢看见小孩都会觉得很可爱，耶稣看见小孩子也觉得呢他们很可爱，所以爱他们，也愿意跟小孩子们在一起，愿意让小孩子到他跟前来。他还用小孩子天真无邪的天性啊比喻在天国里的人。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六节那里说，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六节又说，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所以弟兄姊妹啊，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侍奉当中，可千万要抓紧对小孩子这个教导
和带领啊。你不抓紧，有抓紧的，就是魔鬼撒旦抓紧的。我们不讲神造天地万物，他就跟你讲人是猴变的。那么耶稣也有人的感情，遇到一些特殊的事也会觉得好奇，也会觉得稀奇。比如说马太福音8:10那里记载，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的。这表明啊，耶稣也同样作为人，对一些新鲜的事物也会觉得有稀奇，有好奇的感觉。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超乎了耶稣基督全知的范围，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而是表明啊，耶稣作为一个人，对于新鲜的事物、新奇的事物的一种自然反应，所以啊，说明他是完全的人，和人一样。另外，耶稣也会赞赏人。当他看到一个寡妇向银库里投了2个小钱的时候，他便称赞那个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更多，体现了耶稣人性的另一个侧面。还有啊，耶稣有爱心。谈到耶稣的爱心的例子啊，充满了整个的四福音。耶稣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并且充满了怜悯。耶稣在拉撒路墓前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这样的记载呢，在圣经当中呢，应该说是罕见的。可见耶稣和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耶稣的这个行动又一次证明了耶稣有人的这个特性。像圣经约翰福音11:5那里记载，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你看他有人间的人爱吗？约翰福音13:1那里记载，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呀。不过啊，你看圣经四福音的记载当中，好像没有记载耶稣笑了，没有，好像在人间的事当中，真的没有值得耶稣那么高兴快乐的事一样。耶稣很谦卑，谦卑啊，是耶稣行事为人的一个特点，他心里柔和谦卑，并且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样式。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心里谦卑的人必得到从主来的恩惜。马太福音11:29那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上面我们说的都是一些人的正面的感情，体现在耶稣身上。耶稣也有负面的感情，比如吧，第一，耶稣会愤怒，人见了不合理的事情会感到愤怒，神看到人犯罪也会感到愤怒。所以耶稣看到那些恶人试探他，并且知道他们的诡计要陷害他，就怒目看他们。他看到人利用神的殿做生意，便用鞭子把牛羊和商人都赶出去。这些方面呢，圣经有清楚的记载啊。马可福音3:5，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又比如说约翰福音2:15，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阴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你看很生气哦，很忧愁啊。耶稣也会忧愁啊。约翰福音12:27，圣经记载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
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人会愁啊，耶稣也会愁啊，耶稣是人，不过啊，他不像世人那样为世界上的忧愁，而是为了上十字架而忧愁。不是怕十字架的痛苦，而是不愿意圣洁的神性被世界上人的罪性所污染。但是他是为了上十字架而来到世界上，所以他说他心里忧愁啊。这说明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啊，这是每个人面临困难的时候都会有的反应。另外我们看耶稣会叹息，叹息啊，是人的一种典型的负面的情感。当人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啊，也会叹息，唉，怎么怎么样啊？耶稣有完全的人性，他遇到犹太人心里刚硬，不信他所讲的道，只想看神迹，好像看热闹一样。因此呢，他为犹太人深深的叹息。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二节那里说，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耶稣也会难过，也会感到孤单。路加福音22章42到44节圣经记载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又比如说马太福音26章38到40节那里记载，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下面记载，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你看呢，耶稣面对世人的罪都要加在他自己身上，这件事情心里非常的忧伤难过。而且在科西玛尼园独自祷告的时候，心里非常的迫切。可是门徒啊，都大盹睡着了，没有一个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在他身边陪伴他。圣经记载，因此才有一位天使来陪伴他。这件事也对我们是个提醒，对遇到忧伤重担的那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不要做别的，哪怕是要陪陪他，这就是莫大的一个鼓舞啊。我们看到一些神的仆人，当他们在劳改场劳改作监的时候，只看到有的弟兄姊妹看他一眼，他心里就得安慰了。所以主耶稣那里提到，将来有一天审判的时候，他对那些义人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你看呢，看一看呢，这是在神那里都记在他的赏赐的册子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就是神的仆人使女们在坐监的时候，在劳改场的时候，有人来看他，这在神那里没有不得赏赐的。说到这里，我们想起在上海有几位老人家，他们现在已经都安息主回来了啊。比如说董银珠老姊妹，又比如说戴老太太老姊妹。戴老太太叫什么名我都叫不上来，但是我记得她的事情，就是当弟兄姊妹坐监的时候，她去看他们，带着东西，带着衣服，带着吃的去看他们。董银珠姊妹也是这样，带着衣服，带着东西，或者寄钱给那些坐监的劳改犯。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所做的
都记在神的册子上了。另外，耶稣呢有悲伤哭泣，有人以为圣经当中记载耶稣哭了只是在拉撒路墓前的那一次，其实耶稣悲伤哭泣哀哭痛哭的记载还有一些，比如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就为城哭泣，因为他知道后来将要有灾难临到耶路撒冷城。路加福音19:41-44记载，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又比希伯来书5:7-8说，基督在肉身的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另外，耶稣说话有创意，除了上面所谈的正面的和负面的情感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性的表现，比如人们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常常用比喻来形容，这样使人很容易了解所要讲的道理啊，能够明白。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讲天国的道理，来证明自己是基督，击退恶意的攻击等等。他还呢痛斥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还教导门徒学习功课，这些都表明啊耶稣说话有创意。耶稣所用的比喻啊，都是当时当代犹太人生活当中的人事物，让听见的人呢很容易理解，而且产生共鸣，这是我们学习的。耶稣所用的比喻包括羊与狼、麦子与稗子、山羊和绵羊、主人和仆人、父亲与浪子，还有撒种的、芥菜种、好撒玛利亚人、十个童女、面酵、酒、皮带等等，这些都说明耶稣的有人的生活。第七方面呢，耶稣也被称作是老师。马太福音6:25那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又比如说马太福音16:26，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啊，被跟随他的人称作是夫子或者拉比，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拉比就是当时犹太人专门做老师教导人的这批人。耶稣被称作老师和专门来教导人的人，这是人的称呼和头衔啊，说明在门徒的心目当中已经把耶稣当成是善于教导的好老师了。耶稣也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为门徒洗脚，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侍门徒，正说明这个属灵的原则。马可福音10:44那里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啊。所以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谦卑。今天呢，在教会当中很多人要做老师啊，很愿意做老师做教导，
任某某是我的学生，某某是我的学生，好像他就是理所当然的老师一样，这正是说明了这人骄傲的心态呀。第八点，耶稣有人类寻求神的心。人除了有情感和肉体的需要以外，还有寻求神的天性。每个人对神的认识程度有不同，但是需求神的本能都是相同的。耶稣如果是完全的人，他也一定会有寻求神的愿望。从耶稣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耶稣从小就有寻求神的愿望。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有人可能会反问，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又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又有神完全的属性，他就是神，那怎么他还要寻求神呢？这岂不是有些矛盾吗？不错，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神本体的真相，更需要寻求神本体的旨意，因为他凭着自己也不能做什么，他所行的一切都是父在他里面所做的，做而且是做父自己的事，他完全是照着父的旨意行事，这是从耶稣基督的神性角度来看的。但是呢，当我们从耶稣基督的人性角度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既然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就有人寻求神的这个本能。因此我们看到，在耶稣长大成长过程当中，有理性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认识神寻求神的过程。第九方面呢，耶稣也被称作是人呢，在圣经当中多次记载耶稣基督被称作是人，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人，是完完全全的人。因此耶稣自己称呼自己是人子，人子这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的儿子。他的生活非常简朴，非常贫穷。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大家不要误会啊，有人说，哦，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睡觉不枕枕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连枕头大的那么一块自留地都不属于他的。那么荣耀的神子降卑成这样个贫穷的人，都是为了完成神的救恩计划，使人能够有重新与神和好的机会。除了耶稣自己称自己是人子以外，别的人大伙也都把他当成是人了。比如说马可福音六章二节那里记载，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有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也称耶稣为人，比如撒玛利亚妇人称他为人，因为他起先不知道耶稣是谁，而且呢，从民族的感情上拒绝耶稣。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九节的记载。但是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听着耶稣说他自己有了五个丈夫的时候，他就吃惊得不得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嘛，素来没见过的人怎么会认识？到这个时候他就知道站在他眼前的这不是一般的人，一定是个先知了。所以耶稣的肉身和他的相貌是他被称作人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且没有人否认他有人性，因此犹太人才随随便便的对待他。